啊，为三十年前哦，较在东华时代哦，到民进党都要开始时阵哦，那时候的党外哦，充满了一种精神，你知道哦，东华的精神。我嘛无想着讲哦，这几年来哦，民进党会变败变那紧。我阁会记得哦，民进党中央党部哦，迄会议室哦，顶头写七个字：青年勤政爱乡土。但是哦，今天怎么看你这哦？民进党都不会跟这个青年勤政哦连在一起。以前哦，我感觉因即马哦，迄招牌可以改成哦，贪污懒惰新潮流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把他们家的违建拆掉，今天赖清德有什么理由不拆？这个就是典型的双标。这个就是典型的双标。如果你对李全教的这一种贿选案，哦，公安拿性命的，那么今天对于邱丽丽的贿选案，你为什么都不讲一句话？民进党还没执政的时候，说要党政军退出媒体，结果今天看到的党政军就是媒体。媒体不应当被政府这样严密的控制。今天我在这里看到大家，我才相信这一次总统选举我们一定会赢。而且一定要赢。